2019-20年度精英杯的决赛由杰志对住冠中南区，咁咧就喺将军澳运动场咧上演个冠军战。咁全场嘅精华咧就交翻俾陈七啦。上半场开波嘅就系杰志，首先第一个攻势都系杰志嘅。见到罗子切个波出嚟，呢个波应该系想出嘅，但系就好似变咗凹个龙咁，差少少啦呢个波。見到朱志剛寫下字，好啦，見到南區國球開後柱，位走就走啱噶啦，即係見到子彈都好失望啦，想走後柱頂個波，但係即係好啦，睇翻呢邊傑志，首先打手錘打出嚟，第二下係失誤咗嘅，嗱，但係呢度睇一睇啦，陳俊一嘅聰明啦，哨住你，你嚟我推個波，你一出腳一跌就博到你十二碼啦，你睇。一仔都話：哈，我叻啦呢下。十二碼，奧明佳好冷靜啦，射翻個高波。咁啊，當時就係上半場嘅35分鐘。咁啊，領先1-0啦，傑志靠一個十二碼啦。咁呢邊南區一個罰球開出嚟，遠處比圖走甩曬嘅時候，1-1。43分鐘啊！臨完半場前啦，幫南區靠一個死球，比圖追翻1-1。你睇下呢個波啦，開出嚟遠處，比圖係走甩曬，完全冇人 mark 嘅，頂翻去龍門嘅錯位啦。因為始終龍門要追翻去個近處嘅時候，頂翻遠處，打一揼地，追翻1-1啦。43分鐘，半場兩隊打成平手1-1。好啦，去到下半場呢度。俾個直線通過坑渠子彈，但係選擇點咧？選擇切出嚟揾佢最佳拍檔，想揾翻阿菲力仔，但係個波啊切後咗，無功而還啦呢個波。睇翻呢邊傑志，一仔彈個波落嚟頂到啊！奧明佳係咪小練咧頭槌？呢個波應該實食冇黐牙啦，你見到佢都好失望啦，幾個都。一仔都拗曬頭啊！點解頂唔入啊？呢個波好啦，呢個波出嚟，其實個威脅唔大㗎，但係兩個防守球員嘅失誤啦，造就呢個蘇沙嘅執雞啦，即係陳俊一射埋去，蔡子圖都救到㗎啦，但係蘇沙真係太近啦，小禁區裏邊睇翻啲球啊，羅子斬出嚟嘅時候都太高啦，但係中間南區兩個。撞一撞解圍唔好，陳俊一射蔡之圖都好好㗎啦，已經救到個波，但係奈何蘇沙真係咁近，再冇辦法啦，咁近就救唔翻啦。喂，傑志再度領先2-1啦，跟住第三球係咪咧？唔係喎，呢球係射高咗嘅，即係呢個基頓彈翻後解圍，陳俊一喺中間以為佢會射啦，但係一吸。菲力仔一撞又博到罰球啦！呢球罰球造就不頓，巴拉克先生啊，造就巴拉克直接禁區頂罰球，你睇翻啦，一撮好靚啊！呢個波蔡子圖冇啦，飛到盡都救唔到你個波，最後決賽。完場計一吹，3-1，傑志。好啦，見到呢個16歲嘅後生仔出嚟啊，球證最後吹翻完場，傑志3-1奪得今屆嘅精英杯冠軍。咁啊，賽後啦，咁啊，陳俊一咁啊當選咧，由傳媒朋友選出嚟嘅最有價值球員啊。咁見到 Ken 哥都好滿意啊！恭喜曬傑志！咁咧今日嘅直播時間咧就夠啦，咁聽日咧會再同大家睇呢個足總杯嘅決賽。今日亦都唔該曬阿七啊，放假都嚟幫手。冇客氣。好啦，咁啊，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，拜拜。下次見，拜拜。